卫冕，卫冕，匾落环已被灌入囚室，我们何时去探明？怎么，赵岩等不及了？不是，只是在想，他若真的是圣宣，我便可以知道真正的明主所在，还可以借机一举拿下起源宗。不急，我要等这位扁大夫先出手。 诅咒越来越频繁了，你还坚持吗？我坚持。 哪个好呢？就你了。小月。嗯。哎，其他人呢？他们去找埋名姐姐了，想问问审问扁大夫的结果。哦。
十方。嗯，谢谢。这块晶石，我总觉得在哪里见到过。我好像也能感知它里面的能量，和铁阳木很像，但好像又有所不同。那它能像铁阳木一样帮豆包升级吗？对啊，我可以把它放在豆包体内，试试它的威力，看看它和铁阳木的功效是不是差不多。若是差不多，我们也算有新发现了。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？我觉得豆包的表情可以多一些，动作也可以多一些。我也觉得豆包的表情好像有点太过严肃了。那咱们现在走吧。啊，走吧。拿这个呢？还是拿那个？小月。嗯？怎么了？哦，我在想，我是带鸡腿走呢，还是带兔头走呢？要不，这都要。有道理啊。走吧。好。那你能让豆包开口说话吗？嗯，试试吧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的。它可以边打鼓边喷火吗？可以。哇。还是这么爱吃。小狗狗，哎呀，真可爱！啊，狗狗真可怜，一定是吃的不好才会掉毛的。来，那给你吃。这是哪儿来的一条狗啊？赵岩轻轻摸，这只狗会掉毛的。小月，我们还要去看豆包呢。对啊。这个也给你吧。走了，赵岩。我们走吧，就让洛兄陪他玩一会儿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凶斗狗的样子还真不像平时的他，有点像个姑娘家。家主，小姐找您。好。小金昭，前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那条狗你看见没有？没见过。前辈，你头发怎么了？年纪大了，有些脱发罢了。哦，对了，小金昭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哦，去找扁落环，前辈可愿与我一起同行？可惜啊，我对扁落环并没有什么兴趣。便是对洛家有兴趣喽。此话怎讲？前辈此番陪明姑娘下山游历，中途却留在了洛家，让明姑娘一人前行。且前辈对洛兄关怀备至，若说前辈对洛家并无所图，我不相信。但我也无意查探前辈所图，只是洛家众多秘密中，我想定会有前辈想知道的。既然小青昭诚意相邀，我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啊？多谢前辈。
思。出什么事了？大鱼要上钩了。埋名在此等候多时了。看到门口没有守卫，我就猜到了。八角塔乃洛家禁地，私闯可是要受罚的。扁大夫最好将一切交代清楚，免得受苦。洛小姐，想要我说什么呀？比如，扁大夫的来意。我可是受你们洛家主之邀，前来做客赏景，却不料被你们请君入瓮。扁大夫恐怕不是被请君入瓮，是主动入局吧？不知你从何得知我洛家与九泉的关系？只是我洛家入口结界不是想进就能进的，于是扁大夫便故意暴露身份，让他们带你进洛家。如今扁大夫得偿所愿，觉得我洛家的景色如何呀？洛家的景色的确别致，大漠之中宛如江南，倒像是从哪里吸取了生命之力。还有这幅壁画也很是让人好奇，相传神农大神诞生之时，天下有九泉相伴，九泉各有其能，凝聚了世间最浓厚的灵力，为天地灵脉之枢纽，是最重要的生命源泉。热海乃生命之灵，你们洛家在此发迹，所仰仗的水源其实就是热海的，而你就是热海守护。这草边蝴蝶跟扁落环草室里挂的极其相似，何止是相似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这是豆包的能源仓。哇，要把它放进去吗？嗯。现在这个能源仓还不太稳定，等我调试好以后，一定能让豆包的战力再提升一层。师傅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好香哦！哦，对对对，香。热海本应随天鬼游移运转，这200多年来却一直被束缚在洛家。我想，唯一能够阻止热海游移的法子，便是血符。以你的魂魄为状，血咒为符，热海被束缚。然而血符束成之日时，你的魂魄也一并被困，永不得解脱。不能离开洛家一步，且血父有违天道，会被诅咒。扁大夫
还真是不简单呢，连血腹都知道。200多年来，骆家双子均活不过20-30岁，想来这就是骆家的诅咒。先前在落日村时，我替你们骆家主探过脉，骆家主身体的生命力被抽空大半，我想骆家主的生命力也是被骆小姐吸取的。看来扁大夫也是一位高手了，不过在热海境内无人能与我鸣笛。骆小姐这么激动，看来很在乎骆家主。那你可知解除血腹之法呀？我不知，可有人知道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想来骆小姐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现如今你只能信了。伊利星火中老年奶粉，零蔗糖，添加中式食材，孝敬长辈，选星火。伊利星火邀您精彩继续。今日为何没有守卫？都到门口了，进去看看便知。小月，小月，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醒醒醒醒，小月！天哪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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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你既想要让热海回归天道游移，尽可来取便是。只是有一事，事关月姑娘。很是有趣。说。九泉之事十分隐秘，我曾为月姑娘探念，发现她知道九泉之事，而且说是她师父教的。月姑娘吸食起源珠，被认为是起源宗明主，而你又被怀疑是圣兄，你还冒着危险去给他解毒，这么看来二位的关系还真是匪浅啊。你是不是月姑娘的师父？二位既然来了，就上来吧。元龙还人呢？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们擅闯骆家禁地，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一个解释？该是骆小姐先给我们解释吧。骆小姐先是私下探念了齐的身世，这一次又与起源宗的扁骆环私会，到底谁该解释？你当我骆家禁地是什么地方？岂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
朋友。这侯爵分明是男人，趁我不备竟然被你钻了空子。前辈，你别伤麦明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做梦，他能伤得了我吗？既然是如此局面，那我也不便留你们在洛家做客了。昭言，明日你就带你的朋友们离开洛家。你们一直怀疑扁洛环是起源宗圣轩，那大可以带他去中原正午盟。正午盟与起源宗缠斗多年，定会给诸位一个答复。月兄，你在这儿？小月他喝得不省人事了。什么？前辈，我先告辞了。贤卿前辈未走，应当是有事要问吧。洛小姐果然如传闻一般，心思玲珑，今日贸然闯入洛家禁地，还望洛小姐和小昭言勿怪。无妨。初次见面，久仰大名。贤卿前辈，小昭言，你之前说的，我与你的一位家人很相似，说的便是洛小姐吧？前辈此言何意？大家闺秀，与我相似并不是什么好事，言辞唐突，二位勿怪啊。贤卿前辈与家父是旧识。又与洛家有恩，我怎会怪罪？前辈与父亲是旧识，数十年前见过，原本约定日后再相见，可惜他却爽约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把你的腰带借给我，让我救我的女儿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如此也倒是有趣，不过人类，我要是把我的腰丹给你，你拿什么跟我换呢？我的命，拿我的命换我女儿的性命。半数妖力给你，不过你要记得你的承诺，三个月之后再来到这个地方，让我吃了你。一言为定。家父死之前说过有三个月之期，但是三个月之期未到便离奇去世，故人已逝，悲痛之极啊。在下先行告退了。天真，对我们这种人来说，还真是无往不利。原来陆望平当年未来的继吕约便身亡了，也罢，前尘往事已被勾销吧。
洛蛮民的身上竟然也有我的妖力，只是他二人为何要互换身份？小金昭说的没错，洛家果然有颇多谜，实在是有趣。喝这么多，金昭，别走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的心跳声音那么快，肯定是生病了。豆包，你怎么变样了？我不是豆包。豆包，你等着啊！你等我给你装上金饰，你就可以喷火了。你再叫我豆包，我就真的喷火了。疼死了！你干什么？你说的不对啊，这块石头没有用，豆包他都不是月姑娘的师父。元罗环虽然没有正面回答，这草面鱼却做不得假。若元罗环真的是齐的师父，该怎么办？昭言，你又要出远门？马上就到洛家大祭了，你可千万别忘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可能会忘？我准备了一些西域特产，你拿着路上吃。多谢。昭言，等你回来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讲吧，不要客气。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你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他们还在等我。一路顺风。知道了，走了。我们一起下来喝口茶，歇息一下吧。从
周远走，一路都是草木，比大漠舒服多啦。警长，你要不要尝尝这个橘子？可甜啦！我不吃啊，你要是觉得甜，你多吃点喽。月姑娘，不妨给我。袁大夫，你要是想吃的话，我去马车上再给你拿一个吧。无妨，包好了就行。金哲，你不是不吃吗？我现在又想吃了，不可以啊。月兄，这橘子看来酸得很呢。谁说的？甜到心里去了。别人都在喝茶休息，只有小赵言最勤快。前辈，这是什么？小萧的信。这雨青山不愧是修仙的门派，云来时还有这纸鹤，真的是惊叹。小昭言若是感兴趣的话，下次我带你去雨青山看一看。好啊，那多谢前辈。小萧已经加入了正午盟，正午盟收到小十方的信后，让他来接应我们。算下来，应该已经快到封烟夜了。既然明姑娘快到了，那我们也尽早出发吧。怎么了？下次发作的时候，记得提前说。抱歉啊，前辈。多谢。有话想跟我说吗，小赵岩？多谢前辈刚刚的救命之恩，不过就是多了些修为，无需在意。刚刚前辈在为我渡修为时，多思无益。为何前辈为我渡修为时？会有一种很
很熟悉的感觉。关键营养全全全，祈愿今朝甜甜甜，海普诺卡1897全面营养大满贯，邀请观看祈今朝。全力。